baby， 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不配。啊！Baby，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为什么？算命师傅讲我们不适合在一起。算命师？我们还是分手吧。分手？我的爸爸妈妈反对我们在一起耶。什么年代哦？你，嗨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分手吧。Why？ 因为我要专心念书。你毕业很久了哦。所以更加要的去读书，更多时间的去专心读书。Baby 啊，你觉不觉得呢我们一起去旅行啊？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。消息？我想我们还是分手吧。What is the reason？ 因为我得了癌症。我不想拖你的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不要手拘拘啦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还是会留在你身边的。可以不要吗？我们分手啦。怎么你得癌症现在才跟我讲？第几期？第九期了。第九期是什么？分手啊！不要，我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不要，分手。